子要睡着了。我点一个这个做成美式，这个点一个做成 dirty。这个店是阿新推荐给我的，这个是黑珍珠。这边太平了吧？大家都停。那就停了。我说了不算，我也不是城主。哇，来到了这个妈妈茶啊，喝妈妈茶吧，这个咖啡还是算了，这个茶看起来更好喝一些。这个你看，郑哥的这个店，我刚才没有进去，我只是走到了那个 Slayer 那个机器那个地方，里边还有那么多人。你是左撇子？哇，我也是，来，哇，真的是。这个，你亚粉也是左手吧？也是。筷子呢？筷子左右手都可以。笔呢？也是左右手，左右手有时候如果跟别人吃饭，如果他是右手，那我就右手。他是歌手，我也是歌手。我去，你这个厉害了！我点一个这个做成美式，这个点一个做成 dirty。一个是这款啊，你看，然后这款桂花酒酿呢，我做的是 dirty， 所以说我就想尝一尝它这个 dirty。哇，喝起来蛮舒服的，酒酿的这种味道还是蛮清晰的，桂花的味道呢有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不是特别明显。但整体的喝起来的话呢，它不是那种厚重感的，喝起来是蛮明亮的，这个 dirty 喝起来没有那么的重。然后还有一杯这个呢，我点的是黑咖啡，就是做美式，我没有点单品的，因为他们说单品的就是要冲好久，要等挺长时间的。这个叫梅式 buff，这个梅式 buff 难道是谐音吗？是美式 buff 吗？然后它这个风味描述是栀子花、蜂蜜、橙子、黑加仑，喝喝看。这个，这个能喝出来有栀子花的那种感觉，隐隐约约的，不是特别明显。一个是做这个常规的哈，变压的用这个。我就说咱那么干净，喝起来。那是我烘的好。做得好，做得也好，都加持了一下，舌头也不错，这烘焙机也不错啊，烘焙机也行，这上海的水也不错，主要是你今天心情好。这狗子要睡着了，我请你喝奶茶，喝不喝？不喝。我请你喝 coffee buff， 喝不喝？这个对咖啡和奶茶都不感兴趣。哎呀，这个狗子太有意思了。等下过去那边买几包咖啡豆。你觉得有没有推荐的？西瓜糖。西瓜糖。很好。这个蓝精灵看起来也不错，和黑珍珠看起来也不错。就这个了。对，一个这个。丹森的糖包。啊？我去，那你这个不是岂不是又亏本了？是的，没错。知道一些，然后这个是黑珍珠啊。我们这个地方有条缝啊，这不是我们划破的，这地方用来插卡的啊。哦，那卡呢？哇，真的是从下午喝到了晚上。这家店的这个奶茶真好喝，真不错，下次还来。这个咖啡馆叫 Boat Coffee， 它的门的外边后边有一个小院，这边是一个后门，后门这边有个小院子还能坐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对吧？这个店是阿新推荐给我的，他说这边的水牛奶的 dirty 很好喝，所以说我来这边就点了一个水牛奶的 dirty。 这个水牛奶的味道喝起来蛮特别的，然后这边出来是一个是一个小区，后边都是住的小区。这个狗子有点那个害怕镜头，有点害羞。
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他叫圆圆。哦，叫圆圆，他有点害羞。对对对，他是比较害羞的狗子。是不是尝到了我手上的咖啡的味道？狗子不能喝咖啡。没给他喝过，好像。最近真的有很多人说我就是瘦了很多，的确是瘦了很多。首先是因为我现在是一天只吃两顿饭，以前是吃四顿。另外就是我经常晚上出来骑车，骑累了就走一走，走累了再继续再骑。所以说我从去年的74公斤，到现在呢是69公斤，所以还是挺明显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是其实在脸上大家就能看得出来。哎，之前在健身房撸铁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不吃真的是好饿。那现在我基本上不怎么去健身房了，那就骑车。现在的基础代谢可能也没有以前高了，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瘦下来之后还是挺好的，我觉得这个状态我蛮喜欢的。骑到了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路口，思南路和香山路。哇，这个路口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晚上很安静。哇，享受一下此刻的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这个马路的对面是一家挺有上海的味道的一个咖啡馆，叫古董花园。我路过好多次，但是我一次都没有进去。有没有来过的小伙伴？